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of the wild. All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 周末点评：左派坐票，川普应反思。前面我讲过这个左派坐票了，但最新呢有一个进展，就是乔治亚州手工点票点完了，那个总数呢大概有490多万票。川普和拜登之间的这个差距缩小了496票。也就是川普又追上了拜登496票，但是还是差1万多票，12000票。那这个就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一直说是这个系统有问题啊，把这个川普应该投给川普的票投给拜登了啊，还有一些死人票啊。还有一些呢故意把川普的票给丢了啊，过去有这些讲法，有没有呢？现在发现那肯定是有，因为缩小了496票是吧，肯定是有，但是有多大的问题呢？1/1啊，大概是1/1啊，490多万票，差出了496票啊，差不多是1/1，1万票差一票啊，就这么多的一个差距。那我们现在就分析这个问题。当然首先一个问题是民主党工作做得很细，不会让你出现说是啊一下有个20%，这不炸锅了吗？是不是啊？哎，人家民主党做票呢做得很细，让你感觉到呢，哎，也差距不是太大，这个对你选举没有太多的影响啊，是不是啊？哎，这个他做的另外这是一个。当然另外一块川普说了啊，不行，我们那些票也不能全认，你们还要查一查里边是不是有人仿冒别人的笔迹做的假票丢进去的啊，我们还要查这个啊。那这是后面的啊，我们今天不分析这个问题啊。但这个说明啊，民主党啊是民心所向，那还是赢了是吧。那不过去说哎呀拜登那么弱，老年痴呆，说话都说不利索，是吧？这怎么能投他的票呢？啊，现在呢，也就是说呢，他反川普的票，不管拜登怎么弱啊，哪怕他是条狗啊，我就是要投他。为啥投这条狗？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川普。他有这么一种情况。现在呢，应该是川普进行反思。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恨你川普呢？啊？那如果一个人恨你啊，我这个上一个月，本来在这个4年以前，奥巴马每年给我3000块，现在换了你1年1000，现在我少了2000块钱，哦，我这是我唯一的收入啊，我现在生活过得不好，那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但为什么能够让他的家庭、他的邻居、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整个社区都来反对川普？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川普不是给大家减税什么的，你们都影响了很多人啊，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多人来反对你呢？啊，这个呢应该呢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那中国人呢很多认同是我的就是我的，我挣了100万，这100万就是我的。一般比较少认同呢，这100万，我应该拿出30万去捐助穷人，我只留70万，孩子想着抢劫，你看看。但中产阶级税收在奥巴马的时候啊，在这个高中产10万美金以上的年收入啊。15万美金啊，大概这个每个州不大一样啊，年收入这就算是高中产，他们呢就拿出30%啊，10万大概拿出3万啊，15万啊，大概拿出5万啊，只剩拿出这个4万多啊，哎，大概是这个数字啊，也就是说呢，拿出这么多钱来帮助穷人，
你这不是这不是共产主义吗？这不斗地主吗？哎，是中国人的一个观点。但是在美国，很多人认为，这些支持拜登的人啊，很多人认为，帮助弱者是强者的义务。如果不帮助弱者呢，可能会偷出小偷、出打砸抢，而且偷了东西，我们还可怜这个人，还要继续帮助这个人。而且法官都不判他入狱啊！我肚子饿了，我偷东西吃啊！法官都不会判他入狱啊！所以整个社会呢，他都倾向于帮助弱者。那在美国这么一种思潮之下，川普呢应该好好的反思：你努力工作了这四年，虽然是经济有所发展，虽然是很多方面做的也不错啊，但起码帮助弱者这一方面做的不够，所以呢才出现左派民心所向，有人宁可违法也要帮民主党去偷偷的投上一个死人票。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